刘三，昨天隔壁嫂子做的那个野炒饼还挺好吃的，要不我们也做点来吃了。家里那么多吃的，你怎么想吃那个了？那个有什么好吃的？刘三，你摘的这个叶子怎么这么小啊？哪里会小啊？你也不看看你包的多大，我想我今天晚上吃一个就够了。我去烧火。好啊。因为你知道吧，好多那个城里面的人跑到我们乡下来摘那个野蒜，做这个野蒜饼子。是啊，马上到清明了，别说城里人喜欢吃，就是我们农村人吃这个也吃不厌的。是啊，你喜欢吃就多吃一点，吃完了我再去拔。好啊。